毛巾卷都是毛巾，抹茶红豆的。冰。
毛巾卷。毛巾卷，奥利奥抹茶口味的这个是，
利的。好久没吃山东，好好吃。啊，那个芒果的料好多呀。这是红丝绒口味的，啊，抹茶红豆，抹茶味很浓，抹茶控的是不能错过这个味道。榴莲先生，我那个榴莲肉有点反光，
千层。榴莲蛋糕，榴莲蛋糕，芒果千层，榴莲千层，千层。
榴莲呢。真香。芒果的，榴莲呢？芒果味儿的，我跟你来，他不是。
是不是吃太快了？榴莲味儿，
Thank you.
这个是banana类千层。
太血流了。千层，好久没吃了。Mm-hmm.